你好。哦，你好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的名字是汤怡宁，你呢？我的名字是许延婷。哦。哦，你现在要去哪里？啊、哦，我也是。哦。对不起。对不起。什么？你现在要去哪里？我现在去洛杉矶机场。哦，我也是。哦，我们一起坐公共汽车。哦，对，我们去。这边，哦，这边。哦，这里，谢谢你。我要去新加坡。哦，我也是。你坐哪一个飞机？哦，我，对不起。你坐哪一个飞机？我要去 Asia 呢。哦，我也是。你坐在哪里？我坐在十号。我坐在十一号。啊，好，我们一起坐。对，哦，一起。哦，外面的人非常笑。哦，是，非常笑。等一下，我听说新加坡的饭很好吃。哦，对，对，我也听说。哦，我也听说，那边的海边很漂亮。哦，我喜欢海边。哦，我也喜欢。啊，哦，我很累了。哦，我要睡了。哦。才到。哦，要五十分钟。哦，非常远。哦，是啊。啊，司机多少钱？哦，非常快。哦，很贵吗？哦，可以，可以一半一半。什么？我们可以一半一半付钱。哦，很好，很好。再见。哦，再见。哦，你现在要去哪里？哦，我现在去我的朋友的家。哦，我也是。你的朋友叫什么名字？我的朋友的名字是丁美如。哦，我的也是。去他的家。